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那上线之后呢，看到这个征战这边有红点点啊，蛮感动的哈。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打这个跨服军团战了，好，不是我不想打，是因为人数不够。好的，那我们这次对上的是 S3 的前翼青龙影，那他们的分数是1594分啊，所以算是蛮前段班的朋友哈。那我们上次打是在3月10号的时候对凤凰家族，哦，已经三天了，哦，已经三天了。OK，好，打看看了哈，17人对21人，试看看我的新组合。消耗364个，哦，这个征战券的话应该是够的哈，应该是够的。哇，已经被打1分啊！哦，要血池，要血池。征战兑换券，这个话换个两个哈，换两个话就是20张，这样应该够。那再来就化身玉，化身玉话10个应该够。接下来的话是这个人参好了，哎，算了，人参有点贵哈，吃。蟠桃的还是啊，吃龙凤饼哈，我比较喜欢吃龙凤饼，哦，大饼比较好吃。等一下，这样会不会太多？买10个的话就有999个了。等一下，我买五个哈，五个的话400多个应该就够了哈。打15分钟而已，买太多的话也没有用。那自动化设定一下，设定一下。好，这样子有问题哦，这个没有吃到，小编没有吃到龙凤饼。好，那再来剩化身哦，化身还没搞。化身，邯郸，哦，邯郸，好了，OK，这样子可以秒人哦，这样应该可以秒人了，好，围攻，好，都设好了，都设好了，动真格的哈，动真格的，两只手操作，我现在左手在控制方向，右手的话我会控制这个小兵的收纳还有必杀，好，OK，好，捡人头，车猛锁定你的，啊，一塔了，躺躺，好，接下来躺躺，好，没问题，被收了，好，那再来一次哈，再来一次就好了，好，我一逃了，接下来的话，我下一个目标就是要去取得军旗。小兵先收起来，然后怒气给他放满。哦，现在他们已经2分了啊，那现在才刚开始而已，所以应该还是有机会追回来的。哦，只要我动真格的话，就可以追回来啊！我少买一个东西呀。哦，神心斧这样子跑得有点慢哦，去买一下，去买一下。哎呀，3分了，可恶，可恶啊！神心斧在哪里？这个好吧，好，买个2张。然后这个也放下好了哈，心眼法也放下，因为没有放心眼法的话，我比较容易被打到，少了一个 buff。心眼在哪里嘞？物品啊，有放了。好的，军团朋友，上一天说军团战开始啊，各位朋友，如果说你们还在吃宵夜的话，过来帮忙一下，好，帮忙一下。这一场的话应该是有机会赢，好，只要人数够的话应该是有机会赢。OK，好，先冲出去，然后我去找那个人头来锁定。好，鸡哥。好，鸡哥被我秒了。好，鸡哥被我秒了，没有问题哦。接下来的话，我先跑一下，先跑。好，小兵收起来。好，小兵收起来。哎呀，卡住了。好，再跑。刚刚不小心卡住了哈。好，要打一波大的哈，打一波大的。现在怒气快没了，怒气补一下。哇，这个人要在锁定我啊！是哪个阵阵哈？没看清楚的 ID，但是我拉开的话，应该是有机会把他秒杀的。OK，好，雷，方雷阵阵，好，秒他。好，让他见识一下我的新必杀。三逃了。好的，小兵收起来没有问题。好，先把怒气给他补满，然后来这里捡人头，情义青龙影。这一团不知道强不强哎。好，但是我都打了赢的话，应该是实力应该跟我们差不多而已。好，接下来看到这个谁，盛寒这个女生的 ID 啊，点这个好龙什么的哈，秒他。哎呀，我自动按太慢哈，哇，他跑好快。我放他冰剑秒他哈，秒他，哇，挂了。被巨无暴体打趴了哈，这个谁啊？刘哥哥啊，不是剑哥哥，简体字的朋友啊，哦，简体字的朋友，那估计是对岸的哈，对岸的。我在想应该会是澳门，好，或者是厦门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特别喜欢这两个区域，因为这两个区域感觉比较会有机会玩这个三国群传 M 哈，就是比较接近台湾。那对于台湾的游戏应该比较会想要去玩它，我个人猜测啊，个人猜测。好了。动真格了哈，现在很多高手都过来了。我刚刚看到这个国战白桃的周末藤右舍，还有熊猫几，哦，梦怡也过来了，哦，他已经那个已经结束了，已经过来帮忙了。好，木烟，好，秒，好，接下来是糖糖哈，糖糖的话有秒过经验，哇，挂了，好，被糖糖击败的，轻敌的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四逃了哈，四逃了，这一场的话打起来比较没有那么有压力，哦，之前遇到太多怪物了，哦，疯狂家族啊，什么陷阵营啊。之类的，OK，怒气补满。好，君临天下，君临天下以前是那个天下归位啊。我记得那时候刚开始要打这个百万军团争霸赛的时候，那个脸书就刷很凶，就是说这一团超强，应该是有很高几率会获得冠军。
我觉得他们实力也是蛮猛的，而且又整合过水又更猛了。好的，来认真的认真的哦。你看整个战线都打过去了，那我从下面打的话应该就没有问题了。好，情义谢谢农，好，用巨神攻起来秒他。哎呀，好硬啊，真的好硬啊。好，应该是有微星在互补哦。好，你看他们都叠在一起啊，好，叠在一起的关系。好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哦，因为我们这边有蛮多方式的哈，方式的话蛮适合打这种一片的，哦，只要有人把他们守护好，然后他们的这个技能给他放下去，对面的话应该就可以全部都躺了。哦，去找一下啄木豚又守在哪边好了哈，去掩护他。熊猫吉又出现了，他要躺回来了。源头农夫说不能原地复活了，对啊，没错啊，因为我们现在无法带这个银元宝进来，所以无法原地复活了。哦，这个已经改一个礼拜了哈，改一个礼拜了。好，酒窝，好，哦，打酒窝。哦，酒窝被我秒了，接下来打真界也被我秒了。好，接下来的话补怒器的哈，补怒器，不然我会被秒啊，被秒了，啊，被秒了。好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因为我现在就是走全输输型的，然后防御的话特别低啊。好，没有拿盾的话，我的防御只剩下396。那如果说我拿盾的话，哈，拿盾加短鞭的话，防御的话是510，好，510，因为我拿的是二来盾，防御加特别高。好，补满了。二来盾的话，我是点到加11哦。那一个盾牌的话，影响的防御，我想算一下多少？我的防御是53嘛，二来盾53加持11是22，75啊。那再加上那个钢体哈的一个乘倍率去乘哈，大概会影响到80。然后还有这个水压化身哦，所以差不多哦，有盾没盾的话，大概就是差100多的防御。好，六逃了。好，接下来是情义谢谢农。哦，打这种小规模战场比较不会累格哈，玩起来比较开心。真界好。补怒器，补怒器，好，带巨神攻起打战场还是挺不错的，哦，还是挺不错，而且趴的话没关系哦，复活卷轴很便宜，哦，反而是那种近战的话比较辛苦一些，哦，因为你要走过去啊，哦，走过去的话其实蛮浪费时间的。好，天下尽流啊，挂了，好，帮小兵复活一下，念错啊，天下流尽哦，天下流尽，好，复活，复活。好，没问题。七桃啦，哦，这次的话可以破十桃哦，但是桃数我觉得是还好，我个人还是比较希望有机会可以赢啊。好，现在差七分哦，那时间还有七分钟，所以一分钟的话要追一分，感觉是有难度啊。八分了，哇，没救了，哦，这应该没救了。好，不然那就改成人桃数好了哈，挑战自己的人桃极限，我看有没有机会二十桃。卡住了。好，两只手操作，左手控制方向，右手的话来收兵、放兵跟按自动。OK， 好，往前走，锁定。好，这个真界的话被我打趴很多次哦，它比较脆。好，真界。好，没有问题，九逃了。好，我也躺了，然后也躺了，也躺了，一命换一命哦，一命换一命，然后掩护其他朋友继续前进。好，继续往前走。我怒气的话补满。哈哈妹，哈哈妹，为什么从右边走回来？啊，不错不错不错，我们一分了啊！好，哦，东明拿回来一分了哦，大局要出现了，大局要出现，要逆转了，要逆转了。好的，好，哦，那看起来东明蛮坦的呢，好，哦，可以掩护他，好，哦，他有带白虎，好的，那跟着他走好了，跟着他走，掩护他。所以刚刚这个哈哈妹回来，最主要是掩护东明啊。好，那我来掩护东明好了哈。哦，东明，哇，又取得了，好快，好快，好快！好，那我把战线再往前拉好了，这样子的话，他就可以一直来回刷了哈。好，把战线往前拉，好，秒这个游云探，好挂，再来是仙子五号，我挂，好吧，没关系，再来就好，再来就好，因为我本身就不是特别硬啊。好，就是一波流，好，别人躺了我也躺了，好，这是所谓的一波流。好，东明已达阵，好，现在还有六分啊，哦，应该追得回来，哦，按照他这个速度啊，30秒追一分，应该是追得回来。好，三二一念也回来了哈，三二一念，彩音，好，彩音也出现了。好，奴器边走边补，边走边补。浮华，哎呀，浮华抢到我们的棋子啊！好，这样子的话不好追，好秒他，好来秒他，秒他，秒他，秒他。好，看一下他哪边。好 ，OK， 从下路去秒他们哈，先秒这个林静儿好了哈，林静儿，哇，林静儿好硬，打好久都没趴，是我输出太低还是他太硬啊？没关系，再回城哦，再回城。好，补怒器，补怒器。好，小兵的话收起来好了哦，不然的话，
我放必杀的时候，他们没办法同时放，哦，会让别人有回血的机会哦。那我待会原则上来讲，我就会走近一点，然后再放必杀。哦，那在放必杀之前呢，那短短0.0几秒，我会先把小兵放出来。OK， 好，先放，先补怒气，先补怒气好了。怒气不够的话，无法带走一个人，因为我的一个兵剑的话，大概就3-4千的伤害而已。好，走近一点，放必杀。好，方雷阵阵，好，方雷阵阵被我秒了，好，被我秒了，被我秒了，好，不过我也被秒了，好，就是这样子，好，操作的话已经有点小顺畅了，好，继续自动，好，巨神攻击的话就不补他，好，补他没有用，复活就好了，复活的话比较快，补的话要补很久，时间有限，时间宝贵，好，现在的话还有3分半，还有3分50秒，三分半左右 ，OK， 哦，他们现在。对啊，他们现在又开始陆续回神了呢。好，又拿一分了哦，现在差7分，这场应该是比较难赢的啦，比较难赢的，没什么机会了。好，没关系，好练习哦，练习，慢慢有手感了。小兵先收起来，然后拉近，拉近之后放，然后放必杀。好，就这样子哦，有没有看到？我就是放很快哇！哎，没有没有，他被收了。OK， 我现在的话就是，哎，真剑的话可以打。哎呀，小兵帮我收了一个人头了，不错不错不错。巨神攻奇怪，好用哦，好用好用，打战场真的很好用啊！哦，跟我想象中一样哦。我昨天在做加射的时候想到，就是我要搭配这个组合，所以我在深夜大概1点多的时候吧，就开始收巨神攻奇了。那也运气蛮好的，刚好有玩家在卖，不过他要卖台币啊。好，那我原则上来讲，我就是不会想用台币去买哈，只能够用金元宝买。好，我只想用金元宝买啊。刚好就是有一个朋友，就是熊猫哥，他帮忙我啊，好，帮我就是汇兑，好，就是我他帮我转台币，然后我再跟他买。哦，我就顺利买到2只巨神攻奇，然后刚好那个交易所又有一只1800的，我拉下来，所以5只的话就在昨天深夜2点多的时候成型的哦。好的，还有2分半，好，小兵先收起来，好，放出来瞄，好瞄这个临近的，哇，哎，他击我好痛啊，哎，这个人他很强，好，这个人非常有实力，他机体不简单，好，机体不简单。好，因为一个集火的话可以打到将近2万的伤害，所以这个人的装备绝对有高，防绝对很高。好，小兵收起来。好，我待会就是要打零件了。好，我想要看看有没有机会取得他的人桃。好，走。好，12桃。目前3-10啊，这一场的话，如果一开始我们就两朋友很多哦，同时进来，应该就不会差那么多，而且士气也会出来，就有机会赢。好，大家继续往前走。好，林静也在这边，林静在这边，我锁定他了。好，小兵放出来，然后瞄瞄这个天下流，哇！后面太多人了，没注意到后面也有人啊，哦，没注意到，哦，双面被夹攻，所以我就瞬间被秒杀了。OK， 再来一次哦，再来一次，节奏感已经有了。好，怒气补满。哦，没有黄盖化身哦，就先这样子将就着用，我觉得还可以。魔鬼肌肉还有缺吗？哎呀，有缺的话也来不及了哦。现在剩下1分20秒而已，好，来不及，无法逆转了，而且差到8分哦。好，哦，没关系啊，我们今天的朋友还是发挥不屈不挠的精神哦，努力的去得分数，好，想办法拉近，这样子的话或许积分会扩少一些。好，再来，哦，小兵放出来 ，OK， 方雷阵阵，好，每次都锁定他哎。哦，他运气蛮好的哈，没错，被我锁定。这下临近了，临近的话，哎，我觉得他有在锁定我的样子哈，没关系。我待会怒气补满，然后再跑一次，再跑一次，然后我这次的话我就锁定临近了。好，等一下，现在这边把怒气补满，然后剩下20秒，哎，25秒的时候再冲好了。哦，因为时间的话通常都会提早结束。梦雨说才7桃，哦，不过的话。我反而比较高哦，我13桃，好，单纯就是策略成功，好，策略成功，没关系，我再拿个1桃好了哈，应该还是有机会的，好，剩下19秒、18秒，还有12秒，哇，感觉快结束了呢，有点太慢了，有点太慢了哈，好，堂堂，哎呀，结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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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来不及，来不及，来不及，没关系，好，也不错。哦，这样子的话，以后的进步空间就很大了哈。我13桃，我分享一下好了。我13。我13桃。好，13桃。
OK，我看一下这个分数好了，看一下分数哦。这个已经结束了，现在已经是10:53了哦，已经没有这个跨服战场了。征战比赛记录，好哇，扣好多分啊，扣34分哦，好多哦，真的好多。哇，扣34分呢，那我们现在排名可能又往后了哦，现在来到了第54名，好，第54名，积分的话1478，哦，比没有打的朋友还要低分。哦，那看一下这个最新的榜单好了哦，看一下军团征战。好，目前第一名的话是轻松玩玩啊，哇，我一直以为是六亲不认的，没想到现在是轻松玩玩哦，轻松玩玩真的不简单，而且分数高，六亲不认蛮多的。好，接下来是勤俭持家，他们也很厉害啊，好像是亚军吧，百万军团争霸战亚军哦，不简单。好，那六亲不认的话，目前是2098，那接下来是陈老师后援会2076，哇，分数都咬很紧哦。那再来是邪恶修罗殿1981，幽丘兵1916，世外桃源1913，侏罗纪公园，海鬼怪军团1910，再来是圣域。哦，圣域是我们伺服器的哈，哇，目前他们的分数很高呢，是我们 S4 第一名哦，1880，再是御前侍卫，哦，那修罗邪恶电话目前是1833，主要是因为他们打的场次比较少啊，可能大家的时间都不容哦，因为在修罗邪恶电话有蛮多都是老板级的玩家哦，所以他们可能时间比较忙一些哦，比较没有办法来打跨服军团战，疯狂家族、春日不防卫队、春日天下、五等分哦，哈那有没？OK，好，先看到这边哦，先看到这边。我现在已经很晚了，我先再做一些家事哦，明天要很早起床，5点就要起床，要出门了。各位朋友，好，游戏愉快，拜拜。